假如你吃着游戏玩着外卖，突然嘎嘣一下，你家宝贝被人给偷了，而且你还死活追不上，还被引到了隔壁错误开干，趁机这人又顺走一球，好家伙，卡我这样说干得漂亮。就在刚刚，第四场活动工会团战马上要开启了，活动为期5天，活动内容也很简单，那就是抢球。活动开始，每个工会都会分配到一块领地，再配上一颗球。游戏规则就是守住自家球得到点数的同时，玩家也可以去抢别人的球带回家获得奖励。同样，如果自家的球被抢，也会相应扣分，最后谁的点数最多就是胜利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就是不但要有人守家，还得要有人去抢球。而游戏的 BE 设定是每死一回会降低属性值，死亡5次后则直接淘汰。一般来说，一个工会怎么地没有几十人也有百来人，这对于小团队来说明显不大友好。而且女主的工会统共就只有8个人，人数明显处于弱势。但咱这工会叫啥？不当人呐！梅普还哈哈大笑的表示，笑不活了，根本死不掉好吗？最后大伙儿决定让全民的李莎带着剑士小侠和盾勇红哥出门抢球，而跑得比乌龟还慢的小短腿带其他人负责看家。然后为了打进前10，除了欧皇女主以外，队友们又开始了一通疯狂的练级。很快活动开始了，首先大伙儿被传送到自己的领地山洞。按照计划，李莎带着队友出门打猎去了。他们首当其冲的是第一次混战赛里的白给3人组，李莎他们轻松就干掉了小组，还故意留下绿毛哥钓钓大鱼。果然轻松拿到了一颗球，他表示先让小侠和红哥带回领地，而自己则打算去侦查一下目前的战局。但实则他打算不做人了。这个妹子有多损？先是放人回巢，实则领路，然后直接团灭明抢宝贝，再者引蛇出洞到隔壁工会，一招借刀杀人，逼得对方直接开干，最后一招顺手牵羊，直接逼疯最强法师。好家伙，气得敌人们那是全员发疯啊！就在刚刚，妹子李莎开启了不当人的模式。好家伙，还没看到人在哪儿呢，球没了。但你以为就这样？不，更不要脸的还在后面。李莎在抢人球的同时，还故意引蛇出洞，怒火东引，把敌人引到隔壁，一个火球引发了战火。好一招借刀杀人呐！看着对方打得不亦乐乎，他又趁机再顺走一个。好家伙，这波操作简直哇塞，让吃瓜群众也是大呼过瘾啊！你在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无想象成出捏造，无言无语无可救药，誓死安息一路走好。但此次的全服赛除了他们不当人联盟，还有2大工会实力也是非常强大，那就是全服公认的最强工会圣剑集结，是由等级榜一的剑圣率领，手下的小弟有着斧头帮战士，一把小斧子就玩出了新高度，还有大法师小卡负责清场，斩截空空，另外还有第一刺客高敏选手盗贼。哎，好巧不巧，大伙儿各自猎杀的同时，刺客对刺客正面刚上了，眼看一场厮杀在所难免。不得不说，这盗贼的速度跟力量对全民的李莎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傲娇的盗贼一番试探过后，眼看着妹子的格挡娴熟，他果断使出了绝招诱敌。眼看着一击不中，刺探完毕，盗贼霍霍完就撒丫子开撩。而另一边，第二工会炎帝之国守家的是精通陷阱的马克思和圣女大妹子，俩人不用动手就把全部来访者轰成了渣渣。而他们的会长全服最强法师米伊更是一人出场直接炸街，他是全服最强的法师，也是最傲娇最冷酷的工会会长，起手就是灾难性的火系魔法，但今儿个却被小贼给溜了。好家伙，他顿时心态就崩了。就在刚刚，会长米伊补血的同时，隐藏在旁不要脸的李莎竟然来了招顺手牵羊。好家伙，自己凭实力打的球让猪呸让老鼠给顺了，这真是孰能忍谁儿也不能忍啦。于是米伊二话不说追了上去，作为高质量的法师，米伊可以用火焰加速出行，也可以用火焰帮人出殡，但面对脚底抹油的怪物李莎，他的速度还是差了点啊，不差了点点点点点，果然跟丢了。这下把傲娇高冷的会长气的是对着森林怼天怼地狂暴输出，但接下来的一幕杀了小咖我一个措手不及。逃げられた。みんなごめんなさい。本当はリーダーなんて向いてないのに、もうやだ。次会ったら
好家伙，这反差萌，爱了爱了。等李莎回到领地，也没想到有人会上门白给亏，主动出击。眼看着敌人起手就是火系团攻，梅普先开启了大招天使形态，把队友们的防御全部等于了自己。这一操作把对手顿时给整懵了，明明打中了，对方竟滴血不掉，而且被俩满攻击的萝莉丢丢小石子儿打的是毫无脾气。眼看这是一群怪物啊，敌人就想集体开撩，但小奏直接一堆麻痹魔法封了后路。老大绿毛哥一看打不过别人，那就去打那个一动不动的。我作为一老大，怎么地也得打出点伤害吧。结果果然成功的打出了零伤害。接着他定睛一看，原来是梅普啊，哈，我懂了。接着含笑九泉，这工会团战第一天就这么愉快的结束了。接下来的怪物们又会如何开挂呢？喜欢我的点点关注，咱明儿个不见不散，拜了个拜拜。